北季风的增强，北部的朋友会感觉到高温的部分跟昨天相较之下下降了大约2度，但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呢，就从明天的白天开始，因为温度的形态来说呢，随着强冷空气在明天白天逐渐的南下，我们的温度状况来说也将要再往下探了。就来看看这未来一个礼拜低温的变化，先来注意到礼拜三明天的时候，北部跟东部的朋友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，因为东北风增强之下水汽也进来了。那在中南部地区天气晴朗，我写了一个21度到17度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大家明天早上的时候的低温部分在21度，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也上不去咯，等到明天晚上的低温部分就掉到17度了。最冷的时刻会在礼拜四礼拜五两天的温度状况最冷，要提醒您特别要注意的是呢，寒冷的天气保暖的工作绝对不能少，尤其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呢，夜晚温度北部13度，南部地区17度。而到了礼拜六礼拜天的温度形态来说呢，其开始随着冷空气减少，北部的低温部分18度，南部的低温部分呢22度。我们就来看看卫星云图，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北方的高压系统正在逐渐的由北往南而下来，冷空气的强度已经开始影响到长江流域了。明天冷空气将要进入华南跟我们台湾上空，要提醒您尤其是长辈朋友跟心血管疾病朋友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了。小叮咛给您个提醒，要注意的是外出穿着方面要注意保暖，还有北部跟东部的朋友外出记得携带雨具。